网友，您跟我说您有跟柯市长不熟吗？熟啊，怎么不熟？这程度当然不一样比如说几十年的老友跟几年而偶然这个能够碰上一次的机会这样一个那个反正那种熟度不太一样不过还是很熟啦还是算很熟那为什么昨天说不必约见面不是有需要的时候啊有必要就约啊啊没有必要就不必啊好那现在韩总现在他还是很忙啊他市政太忙了那我们要见面的话事实上也很简单约约大概一两天内大概就有见面的一个场合出现然后现在韩粉在喊要开除您和那个郭董您怎么那是党中央的事我们有什么要被开除可是他们这个诉求合理吗不必去计较这些党中央该怎么样人家党中央会有自己的做法院长会在乎吗会不会在乎国民党开除你那么资深的党员没有这个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也不必多想象然后那个郭董想找您当那个竞选总部的主委或者是荣誉主委您怎么看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吧这八字还没有量体可以言之过早院长是结盟的事情还没有量体吗还是说选总统的事情结盟的事情没有还是这个所谓真正大家坐下来谈的没有吗大概都是双边的而已没有多边的三者在一起就是多边其中的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双边现在只有双边没有多边所以下一步是需要三边多边来谈对不对如果有这个目标的话当然就是要多边一起谈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多边的情况出现昨天那个嫦娥是我们两个人都受邀是受邀然后去当宾客去参加最有意义的823的一个企业活动只有仅此一次其他都是个人的想象好 OK 谢谢